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听说你们在一起了，就特地回来找叶幼宁聊聊。走吧，叶幼宁。想说什么呀？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谈话。走吧。 不用担心，没事的。嗯，幼宁，说句实话，你对夏文熙是真心的吗？用不着你管。你说句实话，有这么难吗？你如果对他不是真心的话，你现在就离开他。 夏文熙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但他其实挺敏感的，也挺死心眼的。如果他要是认定一个人就会义无反顾的对他好，你要是连对他真心都不敢承认的话，你就赶紧离开他。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从小到大跟他在一起，我不会给任何人伤害他的机会的。我不会伤害他的，你放心。你凭什么这么确定？你觉得我会是那种会把感情拿来当玩笑的人吗？ 在我认识他之前，没有人会在乎我的情绪，也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恐惧，更没有人会为了要逗我开心而想尽各种办法。就因为他，我叶幼宁想要成为更好的人。我希望在他往后的日子里，能够因为我而感到快乐。 其实我这次来，就是想确定夏文熙选没选对人。报志愿的那天，我去找过他，我跟他说了一些心里话。我当时看到他的反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不可能了。无论如何，他也不会选择我了。所以只要你好好对他，他开开心心的，我就在暗中默默保护他吧。他由我来保护。 这句话可是你说的，那就像个男人一样。如果他要是因为你有一点不开心的话，我去天涯海角也会找到你的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